笑哥，我想听你小夹子。我去，开什么玩笑啊，让我一个男孩子搞夹子音，那发出去了还不得丢死人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草原，今次我挑战突破20万粉丝的第三天，那个草原的夹子音就放到视频的最后了，多亏大家的支持啊，咱们的粉丝数呢也是来到了19.6万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与陪伴，哈哈哈。草原，你充分就带我上电视，叫班里同学帮你点赞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点赞不点赞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草原我是个宠粉主播，但这个一键三连草原我还是要的。草原，请问你会倒立洗头吗？那必须会的呀，啥时候破100万粉丝了，草原我直接直播给你表演倒立洗头。你是不是30离婚带俩娃？我服了呀，我才16岁，连女朋友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结婚生子啊？草原，我是一个巅峰凤凰，可以带你们一起玩，一起打游戏。现在关注的话，以后就是老粉了。最后认识下吧，我是草原，期待你的关注哟。